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房一书房的超高性价比的这个房子啊。整个房子呢，基本上都是做了全新的装修，所以总体的感觉呢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风景啊，我们在十楼啊，然后这是一个朝东的户型，所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阳光会非常好。那即使到了下午的时候，你看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你那边可以看到Metro Town 本拿比，然后你这边还有超大的这个空中花园可以看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阳台，非常的实用啊，而且挡风避雨啊，你基本上在上面都可以平时喝个茶什么的。整个房间和整个的客厅啊，超级的宽敞啊，在现在来说，一个606尺一房加一书房已经是绝版了，而且你看它整个的一个宽度超级的高，你在这边看个电视，然后在这边放一个正餐区啊，都是一点毛病没有。那么这个房子呢，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，你看这些都是经过全新升级的啊，这个 countertop 以及它的这个防溅墙也是非常现代的那种感觉，都是很新的。上面这种超高功率的樱花的抽烟机啊，在温哥华也是超级的有名。然后这个煤气炉灶啊，中间呢还有一个这个烧烤用的这种啊，这个都是全新没有用过的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超级大的灯啊，可以照亮你的厨房，非常好。还有它的洗碗机也是全新的啊。这些哈，都是可以让你直接拎包入住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温控器是智能的啊，基本上自己控制就可以了。然后下边这些你看都是没有任何螺丝钉的哈，这都是比较高级的这个东西哈。然后这边是一个超大的房间哈，放个 king size 的床一点问题没有。另外哈，跟大家讲，这边你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这个衣柜哈。这个 closet， 这 closet 可以说啊也超级的大，然后下面的地板呢也都是可以，都是升级过的，原来呢都是地毯来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细节啊，这边呢就是一个衣柜了哈，不给大家打开了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洗手间，洗手间这边呢也是做过一些全新装修，比如说这个镜子呀，比如说上面的这个灯啊，抽风机啊。还有这边的这个浴室哈，你看这个是磁吸的，拿开之后哎就可以直接拿下来了。然后灯呢也是全新的这个装修的啊。从洗手间出来之后还有一个超大的书房啊，你看灯也装好了，亮亮的，在这边工作真的是不要太舒服。这边还有一个全新的洗衣烘衣机在这边放在这里，所以这是全新的哈。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房子跟买一个全新的房子能有多大的区别，是不是住起来相当的舒服呢？